我没有作弊，我哪有作弊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最里面的这个肯定没有问题。砰！那我信你一次。嗯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现在这个是最危险的。砰！沙嘎拉嘎。呀。哎，怎么这？给点面子嘛，大佬。还行的，他这辈子不会发现。还有三个，还有三个。你们看到中间的这个了没有？中间的这个，现在是就是按墨菲定律看，就是这三个，然后他在中间，他肯定是最危险的，所以我会点这个，因为中间的嘛，几率比较小。哦，居然让你这些牛逼都刺中了。嗯，他现在有50%的就会被咬。哎，全看天意和运气了。恭喜你，得到了100%的机会。我去。你妈！我不玩了，你运气也太好了，快点！哪有这样的？快点，再点完，点完，愿赌服输。就玩到最后两个，他都可以咬不到他。快点拿过来！游戏黑洞。这怎么画的？你画一个小一点的吧。换哪？嗯，换哪？换哪？你小声告诉我换哪？就在这上面这里点个小点点吧。那你就二拉行了吗？就换个小的嘛，快点！你换好大！啥？你自己看那是二郎神吗？你看那什么？你就二郎神啊！他妈跟那个阿童木似的。来来来，继续。这么刺激吗？我摁这么多干啥？我是有病吗？有种再摁他四个！我跟你讲。就遇到任何事情都不要冲动，你看，再摁四个，冲动是魔鬼。我一下按了四个，我现在后悔都没有，都来不及了。好喝吗，哥？我尝尝。啊！你看到最里面的这个没有？这个绝对是最安全的，因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哪个是中间的？中间的这个绝对是最安全的，因为就没有因为，就是最安全。你把把输，你还咋好意思给人讲了呢？我都不好意思张嘴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展示。那给你画到哪了？要不直接给你画个这个一圈，然后……那我不画那个，那个太丑了，那个太丑了，丑！你那天为什么给我画？因为你帅呀、啊，你360度无死角，你哪儿都好看，你想怎么画怎么画。巧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然后这边给你画个 neck， neck， 咱玩。那光动为啥的？嗯，不用。他玩这个，赢不了。
星星要摸规律了，大家稍等啊，星星要摸规律了。星星。我感觉这个是他设置的，所以我故意打乱了几次。我感觉我故意打乱几次，应该他就赢不了了。我感觉老是感觉前面他肯定是设置了什么。来吧，哎，你怎么按了我那个呀？哪个是你的呀？你告诉我哪个是你的呀？你看这是不是他设置的？设个屁。哪个是你的呀？这个是我的呀，知道吗？这样就得按双数，就是隔一个按一个，这样就没事。那我现在怎么隔呀？我觉得我最边上这个是比较安全的。这个，就在最里面那个。这个，嗯、我信你个鬼！糟老头子可坏了，你自己咋不摁呢？你摁那个呀！摁了。我操！你不信我？咱们俩友谊。那你告诉我，老张，这两个我摁哪个？觉得这个比较安全。糟老头子坏了，我信他个鬼！我就摁这两个啊！你看，你看，那你想摁哪一个？糟老头可坏了！你想摁哪一个？我不知道。你想摁哪一个？你摁哪个？我给你留着。该你了。你摁哪个？你别给我出题，该你了。我都能画死你，你给我等着。要画死谁呀、啊？啊，你出来！你出来！刚刚说要画死谁呀、啊？啊！你刚刚说要画死谁呀、啊？啊！现在道歉，爸爸。哪有两个？他是不是耍赖皮了？这怎么两次了？就留一个，他就知道是哪个呢？糟老头子坏的很！快、啊、给我！来，换哪呢？他换了哪儿？换一点。他换了哪儿？换一点。再玩一把，再玩一把，再玩一局啊！嗯，你要自爆啊？你是不是要自爆啊？还有几个呀？有俩啊！啊！你想摁哪一个？你要我摁哪一个，我就摁哪一个。我觉得吧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越靠里面越危险。然后现在最里面的这个是危险的，就说明它是安全的，所以我一定要摁最里面的这个。那我摁外面那个啊。推理的一把好手啊！就没作弊了吧？是他让我选的。让我抽根烟吸，缓一缓，我他妈气死了！这是我两个的案行吗？谢谢。这是我两个的案，你按一个，我按俩，随便你。反正我这辈子的运气都用来遇到你。我按了俩了，快点！我感觉我逢赌必输。我按了俩了。
口红呢？我口红呢？给星星画，给他两分钟的时间。我口红呢？我叫你口红，我也没拿。你给我拿来。我没拿。你放哪儿去了？我赢一局真的不容易，哥。我没动。你把口红给我。我没动。你玩不起。我没动啊。你选来。我没动。你站起来。星星正在找口红。你装兜里了吧？嗯。看，没动。你先把这充上电。没动。它刚显示没电了。那就不玩这个了，好，我把这个弄起来了。嗯。我没动。他就知道冤枉我。这咋赢一局我还不能报仇了呢？咱们俩之间存在什么仇吗？就存在一个二郎神之仇。我要给你加个天眼。你快点，你找不到的话，你的惩罚就自动抵消了啊。那我要一百个亲亲。没有。他自己找不到的。快点。你扔哪儿去了，哥？我没看到。惩罚完你我就扔了。我找不到口红了。那就不好意思了，惩罚是不是取消了？我可以亲一下，对吧？在他脸上也能亲出来。给你，找老婆都坏得很啊！藏在这儿了，哎，藏在这儿了，他藏这儿了，牛逼不牛逼？牛逼不牛逼？来哥，我觉得万事留一线，日后还好相见。你小点，要不然弄到。我不要那个嘴那个了。嗯。一笔啊，你等一，你先把惩罚自己。好像日本嘴不明显。你还惩罚了你自己，你看你现在就像人。秃头说你白袜起球了。秃头，你知道他那个白袜为什么起球了吗？因为他那双白袜子不是我洗的，我洗的所有白袜子都特别白，那一双袜子让他洗的可脏了。从他洗脏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洗白过。他说我是铁弟。咱们玩你最擅长的数三吧。